欢迎。永康车站爆满。啊，打外面，打外面。现在在台南的永康车站，永保安康。我们现在台南市的永康车站旁边，看到我们包子队长，嗨，今天你的第一站，今天我的第一站，对，前面都没看到你。可能会跟市长分开，因为好像挤不太上去啊。如果我没上去，我都大家就走了。市长，慢来。后面还有车厢，后面还有车厢。好，后面的，后面的。太远了，太夸张。加油！我都不知道永康车站这么多人。好，那个韩市长在隔壁的车厢，没办法，他那边已经爆了。人群里面夹杂了这个警察、支持者、幕僚，然后各阵营的候选人，还有候选人的支持者，大家一起坐火车，坐火车。你都挤不到第一车上去，今天第一站，等一下会去水平温吗？对啊。哎呦，好建议，车厢内唱歌。难道是要我起音吗？那要去外面的车厢，而且是第一个车厢。对呀，那前无路后无吧。达到就好。还好完了。真的。对啊，我们是坐区间车。看一下窗外风景吧。我们在台南市永康车站的区间车上面，现在要坐到保安站，永保安康。
那今天晚上在水平温有一个大造势活动，水平温有一个大造势活动。那马英九总统、吴敦义主席，还有我们在台南市国民党提名的党籍立委候选人都会到现场。那当然，韩市长，我们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，还有虎哥，那以及台南地方绅士也都会到场。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。对，人非常多。好像真的应该来唱一首歌哦。现在在大桥站。那外面有我们的支持者在挥舞国旗。好像真的在夜色里面唱歌不错，来搞一下。我刚刚跟旁边的幕僚沟通了，没有人敢起音。好，我们现在是从台南永康站要坐到保安站，永保安康。下一站是我们的台南。那我们坐的是区间车，区间车。加油！
还有要下车，要下车，要下车。今天先了没？行行行，包靠近这个小心点。哇，后面这里要下车了，好，后面前面前面下车，下车，下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铁路警察很辛苦哦，还要帮忙指挥这个人潮。其实我觉得唱中华民国颂也不错。我们下一站就到保安了，下一站。保安下车，保安下车，你要下一站，再下一站下。要，我一定要坐到高层，我是坐到高层去的。来，准备好下了，要下车，准备到车了。对，就这样下。不然就坐到操作了。我不敢起音啊，我会害羞。我觉得在这边唱歌不错，中华民国颂，还有其他什么歌？啊，对，还有其他乘客。我们还是保持低调，不要影响其他人比较好。在你车站坐。啊，黄包商说要唱《绿岛小夜曲》。好了，我们下一站就到保安，保安车站要下车了。那再来就是这个地方议员的拜访。我们要坐到保安站，从永康站坐到保安站。哇，我有看到粉丝在举牌。永保安康。
多，就很多人都在。有在练了，这是什么？现在是你应该有自己那个部分，感觉就是单纯的，就是自己的。有在举重，你可以举多少？啊，你可以举多少？有神快拜，你应该也蛮年轻的啊，二十，年轻，你二十，二十，大学的时候，大学的时候没见过，大学的时候没见过，是有相关科系吗？还是兴趣的？可是你那时候应该练得不错的，现在如果没有维持，可能就变得。所以你也跟着每天这样，辛苦我们到保安站喽，到保安站了。同学在这里，不好意思哦，刚刚只能给大家看风景，不然就是给大家看远景。来一块动身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个人走，他们下车吗？好，相信市长特地来做永康到保安的这个永保安康线，是要祝中华民国永保安康，人民也是永保安康。先让你们下，美女先下。小心哦，小心，小心。往那边走吗？往那边走，这边往这边。往这边走哈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来往这边走哈。你刚刚没有写音唱啊？来这边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快走到后面。旁边的火车好不好？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小心，慢慢来。开始唱了。Shut up!
启动杰利国庆中华民国颂。啊！鼓吹机动姐唱中华民国颂。刚刚我们线上有人一听都说是虎弟的声音啊，听得出来吗？不要骗我，他们就这样打，哦，虎弟的声音，虎弟的声音有听得出来，是不是你常常在出声？你的声音比较常有出现，几乎都是我在播，对，几乎都是你，嗯。哎，我旁边是包子队长。对，声音辨识。嗨，包子队长。对，这一站看到很多这个 YT 直播组，有包子队长，有君君。我们要跟着上去吗？就是那个很对啊。哇，上面看一下，这么多人啊！楼梯要小心哦，走楼梯。小心啊！大家注意啊，注意安全了。哎呀，这里是我们的主题。哇，这个是那个警报的这个火车站。要下去坐车。啊！法宝宝说我有鼻音，有吗？我都不知道我有鼻音。那下次我可以唱《火鸟》，有鼻音的人专属歌曲。我们跟着他就对了。来，对，跟着。那个文盲队长就对了。小心了，小心了。队长，跟文盲队长就不会失算了。对啊，而且还会失算。因为我的车一定要载我。对啊，你迎接我们了啦。哦，柱柱姐也在这边。对，我看到柱柱姐。这边有大阵仗吗？这边有很多人在迎接。倒算。好。倒算。看到窗外有很多粉丝啊，都来接火车。好，应该是要去厕所。好，我们看到柱柱姐、林彦祖委员、许志尊议员。对啊，我拜托你，你出去外面。高思博。如果有在那个台邦商旅附近的好朋友，这个待会在台邦商旅有一个青年座谈，韩国瑜的瑜哦，与你有约，青年座谈与你有约。你要去哪里？没有，他们应该是去厕所。对对对。还有童小鱼。好，我看到君君。特别报告一下，水平温公园晚上造势会场，这个大家要小酒来水平温。好，没问题。
请。在哪？在节目。
要到下一站。那今天永跑鞍钢直播就先到这边，待会见，拜拜。